各位好，而家咧我哋系身处喺亚皆老街九龙医院。咁一班医护人员咧，现场有差唔多近百名嘅医护人员咧，今日就发起咗一个游行。咁最后会去到附近嘅医管局大楼咧，去对住九龙城警署咧，系会有一个呼叫口号嘅行动嘅。咁其實條路線就唔算太長啦，咁但係醫護人員都係犧牲自己嘅午飯時間出嚟遊行。今次遊行咧，其實已經係計昨日嘅集會，昨日咧係有超過10间嘅醫院都係發起咗一個5间嘅靜坐。今日咧已經係第二次佢哋再度集會啦，然之後係首次咁樣去做一個遊行。咁其實剛才都有一啲醫護人員咧，就係話睇唔過眼警方嘅濫暴行為啦，亦都包括佢哋係見到警方喺太子站嘅時候唔俾一啲救護員去入內拯救市民嘅。九龙医院医护人员呢段路咧，大约应该20分钟内咧就会行完噶。佢哋终点会喺医管局大楼嗰边解散啦。咁其实而家系佢哋 lunch time hour 嘅时间啦。咁佢哋都愿意系出嚟游行。咁我哋尝试揾下一啲医护人员去稍后讲下点解佢哋今日会选择出席呢个游行。而家咧揾到一位护士去讲下点解佢今日会参加呢个游行嘅。你好啊，想问一下点解会今日而家 lunch hour 啊？点解你会即系烈日之下又出嚟参与呢个游行？其实都系建基于即系我哋见到好多唔同嘅政治事件啦，同埋好多即系暴力事件啦，都影响住我哋同即系病人同埋我哋嘅医护嘅关系啦。咁我哋见到好多即系喺新屋岭发生嘅事件啦，好多喺地铁站咧好多即系市民受伤啦。其实我哋都感受到好伤心啊，好悲痛啊！即系点解我哋嘅政府仍然系咁漠视民意？点解我哋嘅政府仍然系睇唔见即系人命嘅重要性？同埋就一个社会嘅完整性系建基于市民嘅团结同埋市民嘅同心咯，而唔系一言堂将所有嘅唔同嘅意见压落嚟，咁就已经可以变得好独裁，即系呢个系我哋系唔愿意见到，同埋系唔同意政府咁样做嘅，所以我哋决定要走出嚟向
政府俾政府知道我哋嘅立場係乜嘢，我哋嘅意見係乜嘢，我哋已經唔係去到去問立場係乜嘢，而係問良知係乜嘢咯。其實喺前線做護士，有冇話喺醫院都見到一啲？你頭先提到新屋嶺啦，其實有冇都見過一啲係俾警察即係打傷嘅情況，或者你懷疑係喺示威現場受傷嘅情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你自己親身嘅感受？其實我哋呢邊就因為冇急症室啦，咁所以變相我哋就好難遇到啲咁嘅 case 咯。但係因為我啲朋友都係喺唔同嘅急症室度做啦，咁其實佢哋都會遇到一啲好唔尋常嘅瘀傷啊、受傷啊，或者甚至乎骨折嘅情況，我哋都有聽到。咁變相我哋就會覺得好心痛，點解我哋嘅社會、我哋嘅所謂嘅執法機構會對呢一班咁樣手無寸鐵嘅市民，或者呢一班咁弱小嘅市民去做一啲咁樣嘅傷害咧，呢個係令我哋極度憤怒咯，同埋一啲不明嘅瘀傷同埋不明。我哋需要嘅市民，但系而家令到啲人唔敢再嚟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嘅使命喺边度咯？想问一下你今日行出嚟担唔担心俾人抽算账啦？其实都冇话担唔担心噶啦。喺呢个时代嘅事，呢个时代里面，其实冇人能够可以避得过。咁如果真系要做抽算账嘅时候，咁到时再算啦。咁我觉得做人应该要有良知，而唔系为咗份工而去出賣自己的良知咯。我最後想問，即係其實路透社尋日就爆咗一段錄音啦，咁林鄭就話即係好似雙手已經被捆綁啦，都即係唔到佢話事啦，五大訴求。咁你自己點睇？即係嚟緊會最後佢可以點做啦？或者最後警察會唔會繼續可以濫權變成一個好似軍政府咁嘅狀態？我諗我哋嘅立場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希望我哋能夠尋求到一個解決嘅方法去處理到我哋現時社會嘅問題。我哋唔希望呢個情況繼續惡化落去。但如果政府一路唔讓步嘅話，只係會令到更加多嘅市民走出嚟去發聲，更加會造成更加多嘅傷亡。呢個係我哋唔願意見到嘅。唔該曬。我哋刚才听过乌护士的发言啦，咁佢自己就好心痛。点解？其实前线嘅护士都见到有好多喺示威现场，相信都系一啲好不寻常嘅伤势。咁佢亦都觉得政府系绝对系应该做啲嘢，先可以平息到呢场风波，同埋去监察翻警察嘅滥权情况。今日呢個遊行路線咧，其實都係圍繞住九龍醫院呢一邊嘅。咁我哋而家再落樓梯咧，就應該係衞生防護中心。咁遊行嘅終點咧，就會喺醫管局大樓。咁醫護人員咧，會向住九龍城警署嘅方向咧，係發出一啲呼籲啦，亦都係作出一個示威嘅行動嘅。加油！
我哋俾翻啱啱入嚟嘅观众知道啦，今日系由九龙医院呢一边咧，系继集会之后咧，系发起咗一个好比较短嘅游行啦。咁系由九龙医院嘅西翼啦，就最后会行到去医管局大楼嗰边，向住九龙城警署咧，系会有一个示威嘅发出口号嘅行动嘅。咁其實鄰近九龍醫院咧係太子站啦，咁不過九龍醫院呢邊咧係冇急症室嘅，咁所以前線嘅護士就未必睇到一啲示威者嘅情況啦。咁但係佢哋對於警員係多次阻撓呢個急救員去進入地鐵站，或者係佢哋一啲濫暴嘅行為咧，都係感到不齒嘅。而家是正午的一点啦，咁医护人员都是即系顶住大太阳咧，系喺 lunch hour 嘅时候出嚟游行，咁都是相当之辛苦嘅。亦都见到有台湾的传媒咧系到场去采访。我哋而家咧就已经就嚟去到游行路线嘅终点，去到医管局大楼嘅门口啦。市民不利，医护不利，医护同行，其实咁耐以嚟嘅冲突咧，都好依赖医管局去就住伤者嘅情况或者人数去作出一啲报告啦。所以有啲刚才有一位护士咧都话未感觉到医管局系有白色恐怖，咁所以佢都唔担心出嚟参与呢个集会咧系会有秋后算账嘅情况。咁我哋而家咧系进入咗医管局大楼入边，咁继昨日喺呢度系有一个静坐之后咧，而家佢哋就会再往翻前边向住九龙城警署系。宣读一啲口号。医管局大楼的对面呢就是九龙总区警察总部。医护人员呢就准备向一街之隔的九龙城总区警署咧，系嗌口号。五大诉求，天一不可，市民不利，医护不利，医护同行，保护市民，没有暴徒，只有公正。香港警察，天一不可，香港人，加油！你开啲啊！参与呢次游行嘅咧，都而家相信都有过百名医护人员系参与咗今次嘅游行。喺眼前见到嘅西九龙总区警察总部咧，就唔似其他警局系有水马嘅，咁但系都冇见到有警员喺外边。我哋都聽到咧，路過嘅私家車咧係有響安去，相信以示支持嘅。
咁呢啲場面咧都經常喺一啲示威嘅現場係見到噶啦。刚才都有医护人员同我哋讲咧，其实1:08咧，佢哋应该可能就要翻去交更工作噶啦。咁其实佢哋就用咗呢个仅余嘅午饭时间，就参与咗今次嘅游行。我哋而家見到咧，喺西九龍總區警察總部咧，係有一啲唔知係市民，應該係市民就喺對面，都係對呢邊發生嘅情況係好好奇。不過我哋唔可以判斷佢係市民定係一啲休班警員。雖然呢個警察總西九龍總區警察總部咧係冇一啲水馬係圍住啦，咁但係見到窗嘅玻璃咧都係黐咗一啲十字咁樣嘅膠紙。我哋而家去喺佢哋完结呢个集会之前咧，我哋再问一下前面一啲医护人员，睇下佢哋对于今日嘅游行有啲咩最后嘅诉求，想同大家讲。我哋冇离开市民噶，我哋之后系要翻工噶，从来都冇罢工噶，我哋系罢工不罢医啊！保护香港，时代革命。大诉求，缺一不可，市民不离，医护不弃，医护同行，保护市民，没有暴徒，自由暴政，香港警察，市民合法，香港人，加油！九月六号，我哋而家问翻一啲医护人员，其实今日点解会参加呢个集会，有啲咩总结嘅诉求？想问翻，其实今日啱啱就完咗啦，你哋用 lunch hour 去发起呢个集会，有冇话可唔可以讲多次你哋嘅诉求，同埋而家对住警署有啲咩同佢哋讲？其實我哋嘅訴求一路都係香港市民嘅訴求，都係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啦。咁另外咧，再加埋最近831事件咧，警方阻撓咗救護人員啦、急救員落去救護傷者，呢個係我哋絕對唔能夠接受嘅，因為係完全喺人道立場上邊咧係不可接受嘅啦，係啦。想問翻對於其實過去兩個月發生咗咁多種種嘅事，有冇某啲畫面係令你印象最深刻，即係覺得警察嘅行為真係好過分咁樣？第一個最深刻嘅畫面一定就係721喺元朗西鐵站嗰度，完全一個警察都冇去幫市民，39分鐘之後先至有警察到達，然後就去處理個場面啦。咁跟住就係831嗰日啦，警察衝落去地鐵站裏邊嗰度，無論嗰啲係普通嘅市民或者係示威者，佢哋都係打咗先算，令到好多無辜嘅市民受傷，然後跟住再去封站，阻撓咗一啲嘅救護人員落去急救啊，或者去幫助啲傷者。呢兩個場面係令我最深刻嘅咯。而家咧，林鄭即係尋日路透社就話，即係佢可能係自己都想辭職㗎啦，咁可能好多嘢佢都冇辦法做。你自己覺得？佢係咪依然都應該要做啲嘢先可以令到警察嘅行為去停止？
其實他辭職這個傳聞呢都已經不是昨日、就是、收到的消息那段錄音的事嚟嘅啦，一路都已經講緊話佢可能會辭職，佢好想辭職，但係中央唔俾佢辭職。咁但係佢作為一個香港嘅特首，咁係咪中央唔俾佢做嘅嘢，咁佢就即係咩都唔可以做，只可以再用一啲咁強硬嘅手段去鎮壓一啲咁嘅示威者，然後再要其實我覺得再要去警察去做一個磨心，去更加去分化，即係去叫做。離間了香港的市民好，什麼都好，因為其實警察都是香港的市民，我們都是香港的市民，示威者都是香港的市民，但是他現在處理不到任何一個問題，令到這個社會分裂越來越嚴重，他一定是難辭其咎的，但是我看不到他現在還想有些什麼去做去解決這個問題咯。以我所知，九龍醫院就未必有急症室，即可能你們接觸較少前線直接送來的傷者，但是是不是都有聽過其他即醫院的同事說即示威者的傷勢是比較嚴重或者等等，令你們是心痛或者不安的？我們都是有聽，最近聽的就是說北區醫院那裡接收了大批在新屋嶺去的、示威者那裡，他們的受傷是、很嚴重啦，有些怎樣被人打到骨折啊，怎樣幾咁嚴重啊，甚至乎之前有講過話 有女仔被人強姦啊，即係有呢啲咁嘅事件啦、啊。咁現階段佢哋全部都係、因為基於病人私隱啦、啊，全部都唔可以講啦、啊。咁但係佢哋只可以透露就係佢哋的而且確有班示威者係受傷得好嚴重，呢個係我哋唔可以忍，即係唔可以接受。點解要打到啲示威者要骨折啊？去再去拘捕啊？呢啲咁樣係咯。你剛才都提到其實有些令人很不安的傳聞，即包括、強姦或者骨折很嚴重啦，即、骨折或者強姦這些傳聞啦， 你會不會覺得如果是不能夠排除這些可能性的話，其實都是一件很不安的事？還有會不會假若真的有發生，是不是都很支持受害者出來，那醫護人員都會站在他們那邊？其實如果不做，就算不是一個醫護人員，一個普通的市民的話，其實現在已經覺得警方不是按照一個常理或者是一些正常的規矩去處理這些示威者的了。那我也都作為我一個女性，我會理解、他們受到這些傷害的時候、不會即時可以出到來，可以、即表達究竟他們在這個拘留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啊，那些樣的。那係啦，咁即係我會理解佢哋唔可以即時出嚟講咯，嚇、啊、咁但係若果佢哋真係很願意出嚟嘅話，我哋作為醫護人員一定會支持嘅咯，係啊。咁啊，嚟緊九月六號係咪仲有一個行活動啊？即係我所知就係有一個喺度嘅集會，咁就會有一啲急救，即係有啲神，即係佢講嘅神秘嘉賓啦，就好似係有啲。First Aider 咧會分享翻佢哋喺前線救援嘅工作嘅嘢啦，同埋咧會遞交請願信嘅，好似都明白。好，麻煩曬你，唔該曬你。咁剛才黎小姐咧就講到，其實對於坊間而家好恐怖嘅傳聞咧。到而家暫時都未能夠釋疑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有發生受害者而企出嚟嘅話咧，咁醫護人員絕對係會企喺佢哋身邊。咁今日呢個遊行咧，歷時其實大約都係半個鐘左右嘅啫。咁因為醫護人員始終都係喺不影響佢嘅工作之下去發起呢個遊行啦。咁其實佢哋而家過咗 lunch hour 都要翻去醫院嗰邊工作噶啦。
咪完未？咁医管局呢边嘅游行咧，其实刚才已经系完结咗。刚才咧。有護士就話喺9月6日，依日相信都係醫管局呢邊咧有一個都係一個集會啦。咁到時會有神秘嘉賓，相信係一啲前線嘅救護員會分享喺前線嘅工作嘅體驗嘅。咁可能到時市民都可以參與啦，或者留意翻我哋蘋果嘅報導。